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那我们去解我们的那个延禧的支线，这里。原来你在这，得了，全部费功夫，是你啊，夏大哥、锦四哥，我这就为你们报仇。娘，阿西好想你。阿西很乖，阿西有听娘的话。混蛋，我这有些什么？他明明杀的鲁莽，如今却一副柔弱无害的模样。记得赵生说过，同一人身上有不同的性格，似乎是一种病症。仔细想想，小西村也好，在东华古道追品红那事也好，他也是一下愤怒哀泣，愤怒一下哀泣一下，嘻嘻笑笑的。难不成这个被赵生说中了？罢了，记得先前他与开封镖局的陈玉女感情不错，就先带他去那儿吧。小兄弟，这阿喜姑娘就是怎么回事？我听你说，先前在东华古道时，他被阿喜被灵儿泼洒什么粉之后，好不仅好像变成另一个人，还要拿刀砍他。我听赵生粗略说过，这似乎是一种病症。他曾说有一名男子有着两种不同人格，个性完全不同，不同性格做的事，另一个性格会完全没有印象。我推测严乐或许或者说阿喜就是如此。天底下竟有这等奇事，我远远不信。但反复碰面交手这几次，他的确有赵生说的症状，不仅个性变化剧烈，连武功都是，一会儿功力高强，一会儿又仿佛完全不会武功。嗯，这么说我倒想起来，当初他昏倒到镖局门口被带回来的时候，的确不会武功，且个性宛如稚童，整天缠着妮妮。但妮妮说攻防古道那时，他拔刀后显示嬉笑，却又瞬间暴怒，后来又大哭壮士疯癫逃走。陈老头，你听过严家中药行灭门的案子吗？略有耳闻，但那时外出走镖，回开封后却听说案子不了了之，这事与镖局无关，我也没继续打听。我先前，您姐姐阿喜不是在山上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阿喜想起您姐姐了吗？当然，您姐姐对阿喜最好了，还会陪阿喜画画。那阿喜知道严乐这个人吗？严乐，阿喜不知道呢，他是谁？不知道就算了，没关系。阿喜好好养身体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再一起出去玩。好，阿喜会乖乖听话的。陈镖头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小兄弟，方才你似乎有话想说。那废话，不然我找你出来干嘛？我先前特意去一趟严氏中药行，发现事情有些蹊跷。哦，怎么说？我在严氏中药行外遇到一个老乞丐。怎么说起来，这严乐就是阿喜，也就是灭门喜案的凶手。这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，怎么可能？说不通啊！这我也想不通。但依照赵生的推测，又有这阵子收集到的情报的看来，阿喜与严乐的确是同一人，只是不知道他何时是阿喜，何时又变成严乐。不好，这样一跟他独处，岂不危险？方才他醒来自称阿喜，如无意外是不会变成严乐的，只是这性格转换的关键到底为何，真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。这老夫可就帮不上忙了，不过或许妮妮可以帮上。先前阿喜在镖局时几乎与他形影不离，东华古道的事情也没人比他清楚，只是因为夏大哥的事情嘛。不错，一个当着他面致敬，不过又为他受用之后受伤，怕是怕即便你想知道什么，他也不愿多做回想。我明白了，但为了解开这谜团，还是需要陈大小姐的协助。好吧，就看妮妮愿不愿跟你谈谈吧。当然要谈啊！我好不容易才把阿喜哄睡，正想回房休息呢。妮妮，这小兄弟有事情想请你帮忙。请我帮忙？什么事？快说吧。先避开东华古道的事情吧，从阿喜的事开始谈好了。陈姑娘在照顾阿喜的时候，是否发现任何异状？异状？此话怎么讲？当时你还小，也不记得，记不记得几年前发生过一件严家中药行的灭门案件？当时被怀疑是凶手的人逃逸无踪，小兄弟怀疑那凶手就是阿喜。这怎么可能？阿喜分明不会丝毫武功，怎么可能是凶手？阿喜不会武功，但严乐会，而且武功还非常高强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是两人？是不？怎么可能？陈老头还因此跟我大战一场吗？这我记得，你一看到阿喜就喊他炎热，还拿刀砍他，但这件事太匪夷所思了。啊，这么说起来，我倒想起另一件事。有时阿喜睡得很不安稳，一会哭一会笑，一会又喊着阿喜会乖，舅妈不要打我之类的话。但是只要我回到他身边，他就特别好睡。这么说，就跟老乞丐的话对上了。他小时候的确常遭虐待，但是阿喜为什么特别喜欢陈妮妮呢？还有事情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回房歇息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在东华古道的时候，我不想提起那时候的事情，先回房了。陈姑娘，这是关阿喜和炎热性格切换的关键。我就说了不想提。妮妮，不可无礼。我只记得那你女儿朝阿喜撒了什么香粉，阿喜就性格大变，还说什么我把她关在瓜局之类的话，其他我就什么不记得了。香粉？不对啊，你不主角，你不是也参与其中吗？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玫瑰香味。没错，对了，当时你也战场，自然记得那浓烈又呛鼻的玫瑰香气。果然如此，又跟老乞丐说的不谋而合。老乞丐说，阿喜舅母身上总是带着玫瑰香，所以当他闻到玫瑰香味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小时候被虐待的情况，个性才会转变成炎热。原来玫瑰香味是关键，但他又为什么会从炎热变回阿喜？这个原因又是什么？也是的吧，我回房了。妮妮，你的香囊掉了，留步。但这味道与我香囊竟然如此相似，我先前从未闻到类似的味道。小兄弟，你这香囊是从何处得来？意外获得。陈老头，这香囊可有玄机？严氏中药行吗？果然是严氏香囊。妮妮，你的香囊内装的香料变成这个严氏香囊的秘方。严氏中药行虽名中药行，但严夫人天生对香味有异能，配出的香囊千百种，种种功能不同。当时人手一指严家香囊，一时蔚为风潮。而你身上这只就是严夫人耗尽心血研究的秘方。果然是秘方。严氏中药行都消失这么久，怎么陈姑娘身上的香囊味道却如此浓郁？你小时候身体并不健好，在严大夫仔细调养之下才略微健康起来，但夜惊或胸闷哮喘总是好不了。我对严夫人还有一些印象，是个非常温暖和善的妇人，每回哮喘发作，只要她抱着我就会舒服许些。这香囊便是她为妮妮特制。我是初人，听不懂香囊里头有什么名堂，只记得自从妮妮开始佩戴香囊后，方才所说的症状便减去许多。严夫人也佩戴着相同香囊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我猜应该是吧。我遇过几次阿喜睡着了，他但脸就趁着我腰间的香囊喊着娘，或者他正梦魇着我一靠近他，他就能稍稍安稳一些。听起来香囊的香味也应该是重点，玫瑰香味应该是让他变成炎热关键，而这香囊的香味则让他回想起娘亲变回炎喜。但这只是我的推论，气味真有这种能力吗？陈老头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可否让我誊抄一份这香囊的秘方？这等小事自然是没问题，只是小兄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怀疑阿喜与炎热这两种性格的切换与香味有关，还不能完全确定，目前只是怀疑而已。我曾在古书见过类似的案例，一男子见某物之后狂性大发，数十人都压制不住，待惊醒后却完全不记得放光时的事情。这就对了，赵生也说过类似的案例，原以为是乡野异闻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但是先前阿喜与我在花园嬉戏时接近玫瑰花丛也没特殊反应，这又该怎么解释？可能是特殊的玫瑰香味才会引发炎热出现吧，这点还得好好调查。虹桥上有数十年的老香料铺子，店主人怪了点，据说是因势隐退的江湖侠士，号称香不忘。小兄弟也许可以去那打听打听。
天狼秘方。好，所以要先要过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要去虹桥上，是不是？香料铺子哪一个啊？虹桥不是这个吗？诶，我找一下。我找到了，应该是这个。还是这个？诶，这个吗？这个像波浪。少一点香花罢了。百绿花，催情功效。哦，接手的妇人。泼一点玫瑰香料炒他的香囊吧。好，刚那段话蛮好笑的。哎，怎么在门口？林姐姐，阿西想回房间。小兄弟，结果如何？一切正如你猜测的吗？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特殊香气果然是强化他性的关键，可惜无法实际试验一番。出的是，只希望阿西保持这样下去，铁成无邪的，别再沾染什么硬血。依我看很难，毕竟他是位魔教教徒，武功又高强，怕他们不肯放人。我开封镖局虽然不号称到势力多强大，但获得一个小女孩还不成问题。小兄弟如果担心，就把她交给老头吧，再说她的引领挺要好的。魔女就闯进来了，太快了吧。严了，你在外头也玩够了吧，快随我回去帮教徒办正事。我开封镖局岂容你随意来去。这里没有盐的，只有阿喜。啊哈，这是什么天大的笑话？盐系，你手下冤魂无数，无辜之人的血足足可以染红一条河，现在装什么天真无邪？
我不知道是盐那是什么，我叫盐喜。是啊，你当然不知道。你不仅不知道盐乐，也不知道盐怒盐哀。他们也真可怜，为了你手挡无数鲜血，就换来一声不知道。原来不仅盐乐一种性格而已吗？所以先前他一下发怒一下哭，都是盐怒和盐哀的个性。我，住口！你们利用他为非作歹，他之所以杀人，不都是你们命令吗？严大小姐，当初严氏周家行的灭门邪案，可就是他一个人干出来的哦。小小年纪就如此杀人不眨眼，你怎么不说严喜天生就是杀人越货的好苗子？你，我没有，是他们先打我。啊，习惯，没事的，已经没事的。瞧你们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，不知道等严乐杀了你会如何？不要废话了，我不会把你们让他带回魔女家，继续杀人不眨眼的生活。先前所发生的悲剧就再一次告一段落。听雀苍鹰说，严乐差点杀掉你，但怎么严厉也护着他？人非圣贤，更何况他是遭受虐待才变如此的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该受魔女教的控制。这开封镖局的人如此大爱，真令我感叹眼界。既然好声好气说话，你们也不愿意把人交出来，那么看来只有动手抢人了。来人啊，咱们就来血洗开封镖局。哇，你什么东西啊，跟我打，我这么强，我不会让你把严乐带走的。解决你后还得去收拾严乐那个废物呢。绝招啊，轻点，不想要动着的话啊，现在蛮痛的，可别倒下了哦。别小看魔女九尺啊，臭小子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，有机可乘。哼，哎呀，可别倒下了哦。别小看魔女九尺啊，臭小子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哎呀，太远点了，别，好痛啊，可别倒下了哦。哎，走开，你走开，你滚。呀，你小看魔女九尺啊，臭小子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走吧。嘿，嘿，别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滚！可别倒下了哦！怎么越来越强了？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呀！别招吧！别！你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哦。呀！轻点！真打消耗战的。你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轻点！哎，躲掉。呀！小看魔女九尺了，没事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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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可别倒下了哦！哇，好恐怖啊！我没买什么药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嗯，我痛！别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呀！哼！哼！啊！我没闪过。别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轻点！只能这样偷打他。哼！轻点！哎！轻点！嘿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哼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呀！
小看我你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改天要去买补品了。可恶，臭小子实在有够难缠。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有机可乘。呀呀！嚯！嘿！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嚯！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嘿！嚯！嚯！中了吧？瞧你破绽百出！可别倒下喽！轻点！别小看我你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可别倒下喽！快打我啦！哎呀，别小看我你九尺了，臭小子！一点都大意！可别倒下喽！为什么还没有？轻点！没有反击到。奇怪，呀，轻点，别小看我你九尺啊，臭小子！呀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接招吧！呀，有机可乘。快不行了，别小看我你九尺啊，臭小子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可别倒下喽！好。嘿，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。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轻点，轻点！瞧你破绽百出！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轻点，嘿！哦哦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嘿！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哇塞，这被……哇！可恶，没闪过！滚呐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滚滚滚滚滚！接招！走开啦！轻点！你不会死啊？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可别倒下喽！别跳啦！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嘿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嘿，没闪过！为啥死不了？奇怪！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岂不是没了吗？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嘿，轻点！别小看摩尼九尺了，臭小子！哦，是啊，哦，得赶紧去看看炎乐的状况。这么刚好。这种酷系的性格应该是炎哀吧？你是炎哀，哭的话是上门心，笑的话是没心感。我这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舅舅舅妈被打好痛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嘿嘿，杀掉他们就好了。这才都是炎的，
沈阳虽然不是炎热所杀，但他也算凶手之一。我真的放下仇恨吗？只能放下一些仇恨啊，不能办。炎热，我在你肚子上捅个大窟窿，就是为了他着想，我们才会出现。不然他早就被那个狗男女虐待死了。过了这么多年，就不能放下吗？虐待你的人都已经死了，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这人到死绝不会忘记他们怎么欺负我们的。这个是收米饭，穿着破衣裳，夏日糊纸窗，冬天没木炭，就算热闹乐院听话做事，也会无故招来一顿打。糟了，林玉娥最后喊的是炎怒，该为他们之间最武功最高的是他们吧，就是他吧。最近只会说好听话的大人，到最后却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。你是炎怒，我恨这个世界，我恨那对只会欺负我们的混账父亲，我恨那些明知道却置身事外的街坊。那天我拖着断腿流着血一间一间的求救，没人回应我，恨你们，我要杀了你们全部。哇，又要打了，有打过应该是还好吧。糟了，该怎么拯救他？快动脑啊。哎呦，可恶，没闪过，烧成灰烬吧。臭小子，太狠了，瞧不起我们，臭小子。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嘿，有机可乘。臭小子，烧成灰烬吧！太强了啊，这个！去死吧！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哼，臭小子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哎，有机可乘吧！他应该再冲一次。去死吧！烧成灰烬！不想要动着的话，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就旁边溜达去。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很快就结束了，很快就结束了。这么强啊！不要离我这么远嘛！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不要，不要过来！哇塞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有机可乘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太难了，去死吧，烧成灰烬吧。哦哟，去死吧。哦呦，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臭小子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烧成灰烬吧。臭小子，接招吧。臭小子，哦呦，嘿，妈妈过来吧，赢了，我连打两场了。先躺着，我会想想办法的。真难打。
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。我也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，他们打我的时候不准哭，如果不哭又说我是不正常，要我笑。他们真的太过分了。林姐姐，谢谢你，方才陈伯伯说的对，我留在这里只怕会有问题。阿喜，别说傻话了。我是林姐姐。哎陈彪的他。哇，这个支线太长了吧。我是为了妮妮，你瞧他们前面形成的模样。我要是真的赶走阿喜，只怕他真的会跟我翻脸。你这是女管严啊。话别说这么长，等你成家之后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我觉得他长得很像那个谁，有一个艺人，他脸那个豹子头那个，周星驰豹子头那个，我后来才发现他有点像。星月神功，解除成就。我看一下哈，先练习一下星月神功啊。这是心法吗？是。在当中，自身内力越少，伤害越高，修炼内力回复提升显著。哦。那这个就是可以用那个无极剑气最好的一个心法了，角龙大法。这个已经练完了。好，那刚才我拿到东西是什么？虎冠手啊 ，OK， 看一下他们。所以他们东西都还给他了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主页换图片，按一下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页按着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右脚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